个七八七七。老沈，有零二 C。老沈，小屁领的。哟，走来走隔壁都是啊。啊，这是小屁领。过火不得开开。啊，开开。啊，开开。我打的啊。你知道这个本？工匠，张正。哦。对。张正，老板在那里教呀。老板在那里教的，我都跟我们早开，跟我们早都开啊！有张班长能办新车了，应该有张能。睫毛，眼睛，睫毛，睫毛还可以。这搞得怎么样了？嗯，你看看，保险杠摔掉了。保险杠？就这个防摔呀。然后离合器摔断了，你就换一个这个圈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应该没有换。然后两哎，这左右什么都，这个是掉了，那个是转的。上次不是说掉了？你说，啊，然后我现在打那个保险公司电话，你跟他说。他说我前面打他电话，他说先让你跟他沟通。这是什么 K1200LT， 这老车了，水的，也是我这边二甲玩车的，今天刚认识，真的是恐怖，真的是恐怖呀，蓝天白云，
不说实话，这车有点小，还不如今天看到那个人挺好。